早上好啊，今年跟闺蜜过情人节，当然要好好犒劳自己啦。正好发现一下我们的精致生活，那就从换新的床单跟睡衣开始吧。毕竟每天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就是他们了，就连拖鞋换得更柔软了，还有闺蜜最喜欢的香薰。所以谁说情人节非得像对象呢？你们也一样哦，快带上闺蜜，用喜欢的生活方式取悦自己吧。晚安了。